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好，我是李斌。来自北京。然后今天我主要讲的内容是 Flatpak 和 Snap 一些对比和简单的一些使用，打包。关于我的话，我是现在目前就是 economical， 然后现在主要做的工作是 PC 和 laptop 的那个 reload 工作，之前也做过一些 phone 相关工作。然后在 economical 之前，我在 SUSE。曾经北部 Network Manager， 然后的业余时间呢，我主要是在北京合同政府来推广，在亚洲和北京推广合同啊，同时呢，我也是合同维持合同维持那个收费成员。那今天讲那个 Snap 和 Flatpak，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它呢？这就是说，在 Linux 的平台上，由来已久，有好多就是让人就是心痛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开发出一个包，然后就得需要好多的打包人员来针对各个不同的平台来进行打包。比如说Fedora 的话，你要打成 RPM 包，然后Ubuntu 里面需要打成 DB 包，这样的话就是说，会增加了许多额外的服务。那这个 Flatpak 和那个Snap 呢，他们就是着重解决这个问题。开发者只要在他的环境编译一次的话，他可以在任何的发行版上运行，就再也不需要额外的打包者来进行他们给他们就是针对每个平台具体来打包。再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依赖关系。我们经常会当运行程序的时候发现好多依赖库就会丢失，导致程序运行的崩溃。但是呢，如果你用Snap 或者 Flatpak 这种方式的话，因为它是集成于一体的，就会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再一点呢，就是基于安全性的考虑，因为 Flatpak 和 Snap 它是基于 Sandbox， 是一个沙盒，你所有的程序都在这盒子里运行，你程序的崩溃或是它不会影响到整个操作系统底层的那些，不会引起系统的崩溃，所以它从安全机制上来讲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机制。现在我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Snap Flatpak。 Snap 呢是由那个 Canonical 发起的，它最开始名字叫 Snap。当时呢是就是Canonical 在做他的手机 Ubuntu Phone 的时候，他想用 Snappy 这种方式来一统手机平板和桌面的所有应用程序的格式。但是后来由于 Ubuntu Phone 就是说被炸掉了所以呢现在他主要就是用在那个桌面和 IoT 的一些领域。Flatpak 呢是Alex Dender， 就是说他是 Red Hat 员工，他是发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纯是由社区来协作完成的。他最开始名字叫 SDGI， 然后后来就是改了一个名字叫 Flatpak。那他主要是更多的应用是都是大部分都是 GNOME 的一些应用程式。Snap 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有可能由这个商业公司来推广，但是那个 Flatpak 呢是由社区来推广，这是他们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点。然后关于 Snap 就是说社区人怎么看的，这是今年那个瓜代克，我们有一个就是说瓜代克会有一个就是 Open Talk， 就是说大家可以它有几个 slot 会空出来，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想就是如果他有想那个展示的那个 talk 的话，他会在列在上面，然后就是说其他的参会者会给他打分。然后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个 Snap package support in GNOME， 然后就是说在 GNOME 社区就好多开发者也是就是说都非常就是说喜欢这个 Snap， 就好多人都是点上叉的选项。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是说Snap 和 Flatpak 所支持的那个平台吧，发行版。然后我就是在所有的图片下面加一个那个红色的小星星，
这个是就是说他们两个平台的一个差异，这是 Flatpak， 然后这个是 Snap。在 Flatpak 上，就说 Snap 有的，Flatpak 没有的，比如说树莓派，然后 OpenWRT，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发音哈，Yocto 吧。大部分的平台 Snap 针对的大部分都是嵌入式的，就是那种类似于 IoT 这种平台多一些，它支持的要更广一些。因为就是说 IoT 也是可能我们就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再看一下那个 Flatpak 的话，它支持的平台的话，就是说在 Snap 上没有支持的，有 Pandas OS，然后有那个 Red Hat 的企业吧，因为这个是由 Red Hat 的人来推广的 Flatpak，所以它在企业网上支持也就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然后 Gentoo，就说 Flatpak 大部分都是一些操作系统层面的，它不会针对于具体就是说 IoT 那种嵌入式平台，因为 Flatpak 上大多都是一些 GNOME 的应用程序。会多一些，图形化界面的东西会多一些。然后他们的应用商店，然后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 Snap，因为这个想统计出目前所有的 Snap 在应用商店上，我也没发现一个太好的方法。我是这样的。它有一个百分号的选项，然后我一设置，然后我们看到这所有的 app 都出来了，然后我到最后一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大概就是说这一页的就是偏移量是2425，就是说这个数字，那。因为它是最后一页，它是，所有的应用程序的话，大概就在我大概简单算一下，大概就是2434，目前就是说搜索到所有的应用程序，然后咱对比一下 Flatpak，Flatpak 的话，目前大概有348个，Flatpak，它这有一个 all，这 Flatpak 所有的应用。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你选择 all 的时候，它会显示出大概有348个。那么就是说，为什么 snap 这个程序都达到了2000多 snap，它为什么程序这么多？这就是由于它最开始就是说做 Python 的时候，有好，因为当时 Python 的时候就是好多外部的 app 或者是一些基于手机上的一些 app 都是 snap 格式的，所以这个它都会列在这里，就是。保证就是说结果非常多，然后具体的使用的话，两家也非常类似。比如说我看目前已经装的程序，就是 snap list 啊，这个 snap 是 snap。这是我目前的系统，就是说装的 Flatpak 和 Snap 的一些应用程序的情况。其实界面还是都比较友好的，然后就是比如你想装个程序的话，那你 Snap 上的话，你就是 find 一个，比如说我想装一个计算机 calculator，那你就 snap find calculator 就行了。但 Flatpak 的话，你也可以 search calculator，但是 Flatpak 就是装这个包的时候的话，你要先加一个，就是说，Flatpak remote add，需要把这个 repo 加进来，因为Flatpak 它是 open source 的，就是说任何公司的话都可以搭建他们自己的 repo。那这个 Flatpak 的这个 repo 呢，它是一个公共的 public 的，针对 GNOME 的所有的一个比较广的一个那个 repo 吧。
但是呢 ，Snap 的话，它就不需要 remote， 因为 Snap 是由 Canonical 公司它自己来负责维护整个那个repo 的管理。Snap 的话，就是直接 Snap install 一个程序就 OK 了。然后 Flatpak 呢，你需要install， 但是呢，这个程序的名字的话，你需要变一下方式，叫 org.gnome.calculator， 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是说像 gnome。Calculator 那个名字来安装，然后当你有程序有更新的时候，你在 Snap 上运行一下 refresh 就可以了。那 Flatpak 上需要进行 update。当删除一个程序的时候，你需要 Snap remove， 都是 remove， 大多是 remove。所以呢，它们从使用上来的话，就是说对用户来说都是还算是比较简单的。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当然，现在就是也有图形的这种外界面，比如说，如果你不愿意用那什么的话，你直接，比如这是 flag， flag 二啊，然后我选择应用程序，比如说 API Word， 然后你只要给它 install， 然后它会下载一个就是 flag pack 的一个，格式的一个文件，然后你用 Flatpak install 一下就可以了。那 Snap 这边的话也是可以这样的，比如说 Snap， 随便选一个吧。你看它这里也有 install， 你直接点 install， 它应该它这个还是说有个提示哈。就是说 Snap 现在已经和那 Gnome Software 已经集成到一起来了，就是说你可以在我的桌面的应用商店啊，它是启动 Software， 对，它是把那个 Gnome Software 启动的。在这 Gnome Software 里边，你可以自动装 Snap Package。当然 Flatpak 的话，就是那些 Flatpak 格式的话，也在这些是支持的啊。然后它这边还有个提示，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命令啊 ，install。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就是架构的区别吧。其实他们的架构都是非常类似的。这是 Flatpak， 我把那什么打错了 ，I missed 那个 Snap， 我这个没显示出来。这个是Snap 的一个架构啊，然后这是 Flatpak 的架构，大家看了就是它们最上层都是一个 application， 上层都是应用程序了，然后中间有 runtime， 就是它称为一个运行时的东西，这个运行时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说，上层应用程序运行所需依赖的各种库的一个集合，比如说我这个程序想在 Gnome 3.24 上运行的话，你就要装3.24的 runtime。比如说我想在3.26上运行，就装个3.26的 runtime。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在一个老的一个系统上，我想调试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的话，你就装一个3.28的一个 runtime， 现在目前最新的3.28，然后你把应用程序跑在 Flatpak 上，就可以体验到这个最新的应用了。然后底层的话都是操作系统，这个 runtime 的话你也可以选择 KDE， 它也支持 KDE 的 runtime。然后 Snap 的话，这边也是上层的话，各个 Snap 也可以进行一个 App 这种 App 啊。然后它中间有个 Web Core， 就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无端的一个底层，也是包括所有上层必须的一些东西吧。一个中间层，然后在下面是操作系统，所以它们的结构都是大部分都是相同的。现在这个 Snap 的话，它也引入了，就是说。runtime 就是类似这种机制，比如说3.26的可能3.26的所有的集合3.24的结合，就会一直这样。比如说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目前装的所有 snap， 然后
我就是 Flat Pack， sorry， 就是那个话，我装了个 Gedit， 它默认的话就是说装 Gedit 的时候，它会装两个 Snap， 装几个 Snap， 它会把这个3.26的一个平台，就是说，相当于类似 Runtime 这种，它会先装上，然后它会装一个 GTK 的一个主题，就是它显示出来的话，它有它的自己的风格啊，比如说颜色色调啊，都靠这个。它这个主题来区别。当然了，它还得必须就是底层的万能的 snap call， 这是最底层的一层。然后上层这些都是应用程序跟 gadget calculator。你看 flatpak 是一样 ，flatpak 这边的话，我目前 runtime 的话。目前装的4.28的一个文态，然后呢，如果你想在上面就做开发、做编的话，做编程的工作的话，你需要安装一个 SDK 的一个3.28的一个调试环境，可以这么理解。你看这里，我也把那个 KDE 5.9的文态装上，就是说我在上面也跑 KDE 的一些程序。下一步就是简单的，就是说，我写一个 Hello World， 然后用Snap Graph 来打一个 Snap Flow， 然后用 Flatpak 打一个那个 Flatpak 的包。我建了一个，就是还是先建了一个 Hello Animation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这里有个 Hello， 然后这就是说这个非常简单了，运行起来打了 Hello World， Hello Animation， 然后这个在。然后打他们的包的话，他们都就是说，就是你类似于你如果之前打过 RPM 或 DB 包的话，你都需要一个就是说相当于地址文件啊。那这个先讲一下 Flatpak 啊，你需要建一个这样的接近的一个文件，然后你需要给它起一个名字 PipeID 啊，后面可以看的行吗？这个可以看得清吗 ？OK。打 Flatpak 程序的话，你需要先给它起一个 PipeID， 就是说，当然了，也得是类似正经 ，of.flatpak.hello。然后你需要指定一个 runtime， 我这目前是依赖于 Free Desktop 的 runtime， 因为我这个只是 Hello World， 就是需要简单编译。对图形库的依赖的话，就是说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就不需要和那么多人开。然后你得指定一个对应的 UI form 对应的 SDK， 然后最终编译出来的是一个 hello 的一个可执行的一个文件。我的 command 的话就设置 hello， 然后这个模块里的话，它会指定你编译的方法。我这里是用。它就是自动化的 Auto Tools 的一个工具来编译，可以自动进行 config， 然后 make 自
自动完成。然后我的代码是在目录下，在这个目录下。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看看 snap run， 这打一个 snap， 你首先也得是需要起个名字啊。咱们现在就是说对比来看。它这右边的话是这个 snap， 左边的话是那个 flatpak。那它这块也需要个 name 啊 ，name 就是 hello， 我讲 hello snap。然后那个版本，然后有个描述，summary 和 description 啊。它下面呢就是说，这指定一个 source， 就是源码的一个路径，我把这个目录放在这里，然后。它编译的话也是 AutoTools， 这个就是说这两边都是一样的，这边也是 AutoTools。 然后它最后运行命令是 bin hello， 因为它会放到一个 bin 的一个目录下。这边的话就是说它是自己的 app 目录，可以自动找到，所以就是从就大就是说你乍一看的话，就是它们非常相似，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比如说依赖编辑环境，编辑什么工具啊，然后编辑出来的程序怎么运行啊，然后指定个 name 啊，一个 ID 啊，大概就这些东西。然后那就 snap wrap， 对，先来一个，先 snap wrap。你打一个 snap wrap 的话，就是说稍微比较简单一些，直接运行 snap wrap。对 ，snap wrap 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snap wrap 的，就是说它 snap 打包工具的话，目前就是说，官方的建议还是针对4.04的平台吧。像其他的北边的话，你是找不到这一包的。比如现在我是用的北边的 package， 比如说我想设置一下 snap wrap， 对不起，你找不到了，就是说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都找不到了。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他这边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把 snap wrap 做成个 snap 放到那个 snap 商店里，所以你可以通过 snap install snap wrap。 自动需要说这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说这个 snap wrap 我已经已经安装了那我就现在就可以直接运行 snap wrap，它会自动找那个 YAML 的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它这现在进行那个 config 的，把这个所这个 Word 这个程序配置一遍，然后现在就是执行 make。
也许之跟之前我就是在 Hello 那里我进行了手工的配置和编译过调试，也许引起的，我再看一下吧。然后在这个编译中的话，它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hello snap 的一个 snap 的一个程序啊。然后接下来只要需要 snap。它这个得需要一个，就是说，像插入操作的一个，因为你这个编译的 snap 是没有进行过签名，它这个 Win 这边它会有个自我保护机制，没有签名的 app 啊，你是不能添加到系统中的。所以呢，你如果想把你这个测试的 app 加到系统中的话，你需要一个 dangerous 这样一个参数来把它加到系统中。OK，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边已经把这个 snap 装上了，然后可以看一下 snap list， 界面会有个 hello snap 的一个，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snap， 就是 snap 的所有的报告都会在 snap 这个功能下。它都会在这下，比如说你在这并下的话会看到所有的程式。会有软链接亮起，这个是答案，它是这个，这就是刚才编译 snap， 你直接运行一下，它会显 hello， 怎么回事？好的。然后下面我们到 flatpack 啊。Flatpak 有东西叫 Flatpak Filter， 就是它可以来完成，然后把这参数跑了，我就，就是说，它需要指定那个。之前我们写那配置文件 JSON 文件，然后最后加一个就是说它会把上次编译的会自动给它清空，然后就是那个 Flatpak Builder 的话它会自动也是一样 output 配出来以后，然后调用 make 来编辑这个，就是说编译完成了。然后它这边要装到系统，其实你可以就是说简单的测试的话就可以调用一个 run 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它就是说测试的话，你就加个 run 参数，然后指定一个目录。刚才我们编译的话，编译到 build.dir 上，然后程序的名字叫 flatpak hello 的这个 json， 然后里面和执行叫 hello。运行之后的话，就它就是也会显示出它的功能是很高的。如果你想要装到系统中进行测试的话，你就是 Flatpak 这边会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吧。你需要先 build 一个 repo， 就是这条，我给大家 copy 过来。
这样的话它会重新点一回来，把这个程序放到那个 repo 里面。然后大家会发现，就是说下面会多一个 repo 的目录，然后你需要把这个 repo 加到系统当中来 ，flatpak remote i。它也是，就是说不需要 verify， 就是它也有个 GPG 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校验机制啊。然后给 repo 起个名字叫，就是说这个 repo repo， 然后这是指的目录。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 flatpak 把它 install 下来。这个目前我是装到 user 的这个这一端的，在外面装到 system， 还有分 system， 就是系统级的和用户级的两种层次。然后它会提示你，就是说，你会装这两个程序，也是 local， 这个应该跟你语言相关的。然后点上 yes，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用 flatpak 来 run。这是我刚才装到系统中的一个程序，运行的话，它就看到就是说它也会显示出 hello， hello。那这个就是说，通过就是说 snapshot 和那个 flat help 来编译一个就是你的原本包是编打什么两种不同格式包。具体哪个格式的优劣的话，就是用起来都差不多，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兴趣，就是说来选择一个就好了。但是呢，就是说目前我自己的感觉的话，就是说我感觉 Snap 也好 ，Flatpak 也好，就是说它的程序跑起来还是就是说速度上，会有些差异，就是有些程序比较慢。然后再一个呢，他们就是在用的四方空间会比较大，这都是他们的缺点，因为就是说，他们需要把所有的依赖都打到一个包里，才能它这个每一个包它都就是说不像是原来一个并程序，比如说100K、200K 啊，不会超过一兆，但是现在这程序的话，基本一装十几兆甚至上百兆都有可能，就是这是它的一个弊病。但是就是随着目前就是说硬盘逐渐的廉价化了，就是说这个倒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对朋友来说就是说不会算是太大的问题。下面就是说我给大家就是说简单看一下他们的就是说具体的效率如何，是吧？比如说我这里装了一个 snap gedit， 这个可能是我之前啊我打开过 gedit， 所以它就是说会启动的比较快一些。这现在没有啊，这个数还可以啊。然后 flatpak run no， 这两个时间是一个 snap 的啊，这是flatpak， 然后再运行一下 use bin。差不多，但是我昨天我自己运行一下，就是说系统的话，它会在这个到一秒级的，就是说会比它俩就是说快很多。但今天比较起来就差不多。然后可以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他们的就是磁盘占用空间的情况，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时候 flatpak 目前就是装的一些 app 啊，你看就是说它的 app 就是说大概300兆，就是说我这个大概有多少 app， 1234，
Builder 和这 Flowbase， Flowbase 是一个视频编辑的软件，它就是说依赖那些图形库和底层库比较多，所以它也比较大。它 GRB 的话也达到了就是12兆左右。然后在 Snap 下的话，它这个 GRB 大概在18兆左右，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但是一个普通的一个GI 的程序的话，应该是也非常小的，是吧？大概其实本来就是10个左右，就是，但是他们打成 Snap 也好，或者打成那个 Red Hat 也好，他们都会就是无形中会增加占一些额外一些储存空间。行，那我先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说就是说，你问题就是说，Snap 里面会依赖一个关于 call 的东西，是，它的 call 的话，应该是一个就是底层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系统，其实差不多的，因为那个 Flatpak 里面会有 runtime， 我理解它 runtime 的话，应该和这个就是是类似的，包括所有的库都会打那个，但具体就是说打了什么包的话，就是说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我倒不是特别清楚，没具体看过那个。谢谢。说。啊，那一个没有，就是那它和你们这个关注原来的那个 DB 包之间的关系，是你们那个 DB 先把系统是由 DB 构建的，然后在上面再装一个 Flatpak 是吧？然后你觉得 Flatpak 里面的那个程序是可以用 DB 来装卸载的？那用户如果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是用 DB 装的，然后你那个 JIT 的或者其他的。那倒不会，因为它就是 Snap 也好 ，Flatpak 也好，它都是基于那个沙盒的 Sandbox， 都在一个它自己的小盒里运行。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到外面的程序。因为我刚才给你演示，就是说我这个 GRB 的话，我有个右侧 bin 的话，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下面的话就是系统自带的，用 DB 包装进来的。因为 DB 包的话，它装的话，它需要于 GRB， 它需要于各种依赖关系、依赖的库，你需要把所有的依赖库都装进来。你才能把这包装进来。但是现在 Snap 好，直接 Snap install JIT， 它就是说，一个 Snap 包下的话，它所有的依赖关系都在那它那个沙盒里都做好，它就都在里面。就是说，Snap 的话，就 Snap 变 JIT， 这是在那个 Snap 下的一个包。然后 Flatpak 就 Flatpak 不断，包括那个 JIT， 它是在 Flatpak 管理它运行。就是说，这个程序就是说 ，JIT 我现在有三个版本，就是说，你可以在不同的就是环境下运行，比如说在系统环境或者 Snap 也或者那个 Flatpak 都可以运行。就是比如我的系统比较老，比如说我用一个非常老的系统，但是我现在想，调试最新的一个应用的话，那你就是说可以装一个就是 Flatpak 和 Snap 来运行最新版本的程序。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跟其他那个 Desktop 的系统，就是像。或者是 SWS 都可以，他们你都可以用它做一个封装，然后都对，这个就是说，在任何先说 Snap 啊 ，Snap 的话，它这个后台会有一个有后台有个 DB 进程，比如说 Snap D， 只要你那个发行版上能把这 Snap D 跑起来的话，你就可以用 Snap。你就用 Snap 进行链可以装所有的，就是 OneTool 那个 Snap 商店里所有程序你都能装，只要你把 Snap D 代号过去就可以了。那 Flatpak 这边的话，它有没有？这个我之前好像看过 S3 吧，有没有？
那 Flatpak 的话，它就是有个远程的一个 Ripple， 你把远程的 Ripple 能加进来的话，就是之前那个什么 Flatpak 那个，它直接有个自己的 Ripple， 你加进来后，你可以在上面就是说把所有的那个，只要他们加进来，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 Flatpak 程序装进去。但是如果就是说真，比如说跨平台，比如说在那个 ARM 的话 ，ARM 的话就是说这些图形化的应用就比较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跑个 snapd 跑进来，或者把那个 flatpak 环境搭建起来。那这上面呢，就是说 snap 的所有的 package 和 flatpak 所有的 package 你都可以拿来使用，就是说你不用一个一个，就是说针对 ARM 平台的把所有这个包都编译一遍，这是它最大一个优势。你这种方式就是说，它之所以这么做，它也是为了跟原来 DB 有所区别，它叫个 Snap 或者叫 Flatpak 这种格式。如果你都用 DB 的话，最后造成大家混乱，谁都分不清这个 DB 是哪种格式 ，Snap 还是 Flatpak。啊，也行，但是这个，那好，那谢谢大家，这样啊。